奔跑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断突破自我，不断完善自我。我叫向江红，是2019年入伍的一名新兵。入伍前取得了1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。成为一名特战队员是每一名军人的梦想。我很幸运，下连后被分配到了特战排所在的机动中队。每次看到特战队员训练，我总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渴望。下科目，穿针引线，向江红准备，开始。你不去做，就永远不会有收获。特战排的队员们让我懂得，一切的体能、技能都是为了适应战场。虽然和特战队员相比，我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但现在，奔跑对于我来说又有了新的意义。我相信，只要继续努力，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